想在这两个兔崽子第一堂课的东西表现得还不错。哎，你们两个第一堂课的东西，表现得还不错嘛。那老师来考考你们，我们第二堂课教的台湾本土特色音乐好了，如何？好啊。你们有没有玩过比手画脚啊？没有哎。那老师教你们好不好啊？好，预备，开始。第一，第一，在庙前面才会有，庙前面。我心肝白了啊，走上关。骑马的阿妈，那么 fashion 的阿妈。我跟我所以哦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神经病啊！是，换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歌仔戏 ，bingo。第二题，第二题。你们两个是如何的学生？平常怎么样？全花中最帅的。不是，你是全花中长得最老的。你，全身子最强的学生。你再说一次，我没有听清楚。你是什么？全身子最强的学生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快，我们是什么样的学生？快点。男管教的学生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国乐，国乐，国乐里面有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教？什么教？南管 ，bingo！ 第三题，第三题有南管就有什么？西管。还有问题，南的对面是什么？哦，北管 ，bingo！ 第四个，第四个，工商爵职语统称什么？什么？八方云集。五个字，你跟我说八方云集，五个字，工商爵职语是什么？五根长旺。问题吗？什么什么？快点！音乐上面的术语，快点！工商爵职语，五声音阶 ，bingo！ 好，下一题。夜市啊，市场常常出现的，早上市场嘛。来哦来哦，砸扣，咚咚砸扣，特价是准备砸扣，老板跳我打拍卖。然后晚上在夜市啊，阿姐姐阿姐姐好，衣服统统都买阿姐姐，大家看一下阿姐姐阿姐姐。然后在电视台上面看，女学生头发毛毛躁躁，书生金魔法一束，哇塞，光滑绵绵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购物台嘛，是购物台，只有最后一个什么什么叫卖身 ，bingo。好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第七个，我有钱人，我好雅人啊，有钱人，然后开车开开，哇，车祸了，啊，我要下来看，怎么办？车祸，我下车，冲啥啦？啊，把我车撞成安尼，黑道大哥吗？我刚有想黑道大哥，你看，有无？有吗？你把我车撞成安尼，是不用赔是不？你是赔我赔，又赔我的车哦，我跟你讲。等一下，是叫嚣声。Bingo！ 哇塞，看这两个学生学的还不错嘛。我们刚上述讲的这七个特色呢，大家等一下，通通都会在我们下一首歌《庙城》里面听到哦。那你们知道《庙城》是谁做的吗？我知道。三二一，请回答。是你，是李哲毅老师。对对，好，可以了。对，庙城就是李哲毅老师所做的。我们大家就听到上述的七种特色哦。好，那就热烈掌声来欢迎李希哲老师指挥为我们带来的庙城，掌声欢迎。对，我要走。